接下来的主题是 Narrative Focused Video Games Development with Ren’Py and Open Source Engine。Ren’Py 是一个，就是 Ren’Py 这个字，它是日文恋爱的恋爱跟 Python 两个字结合在一起的。那它是一个创作视觉小说的游戏引擎，非常适合制作剧情游戏。那事不宜迟，我们就赶快欢迎今天的讲者Susan Zhang 来跟我们分享，欢迎他。大家好，今天很高兴能够在 PyCon Taiwan 跟大家分享我使用 Python Open Source 的游戏引擎 Ren’Py 制作游戏，甚至创了独立游戏工作室的过程。首先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Susan， 然后我是位于加拿大的一个总数据科学工程师，或者是就主任工程师，然后我在一个加拿大的一个金融科技公司工作，叫 Clearco。所以我除了游戏之外，其实我的专业是在机器学习，也是每天使用 Python。然后制作游戏是因为我喜欢 Python， 然后喜欢游戏，所以算是课外活动之类的。学历上我是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硕士，然后滑铁卢大学学士。我是 Python Software Foundation 的 Contributing Member， 然后我有在 PyCon US、PyCon Canada and PyCon India 演讲过，然后现在在 PyCon Taiwan， which I'm very very excited about。 OK， 我介绍一下我这个游戏工作室叫做 Quill Game Studios。很久一阵子我是唯一的这个软体工程师，但是也是唯一的制作人，PM， 编剧啊，脚本写脚本的人，然后也是唯一的 marketing 跟 sales 等等。然后现在有一些人我是有请人啦，像是编剧我有请人但是很久一阵子的我都是自己做这些事情的。从头说起的话，这个工作室我是从2017年那个时候有一个游戏构想，然后写了一个剧本，写了蛮久的其实。然后写完我想说，哦，现在有这一个故事，那我要怎么把它弄成一个游戏呢？之后感谢有 Ren’Py 把这个剧本写到了这个游戏引擎里面，然后现在它已经在各种平台上发行了一两年了，然后它有卖了10000款，所以对我这个第一次开发游戏人来讲，就是已经算是不错了。它叫做Summer with the Shiba Inu。就是柴犬，柴犬的视觉小说。这个 talk 我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就是介绍一下gaming industry， 就是电玩一些经济状况啊，然后一些玩家。因为我之前在 PyCon US 跟 PyCon Canada 有就是介绍一下这个电玩 industry， 然后别人就说哦还蛮有帮助的，因为蛮多人在这边其实可能是做机器学习或者是其他的软体开发，所以就是我想说解释一下，会让大家会比较有共同的了解这样子。然后之后我会讲解一下这个重剧情，就是还蛮多对话或者是很多剧情的这种游戏，然后为什么 Ren’Py 这个游戏引擎能够做出这种游戏。首先我先介绍一下这个gaming industry。就是还蛮多电玩有很多平台嘛，有就是电脑 Windows Linux Mac， 就是苹果的那个OS。但是也有就是 console 游戏机。
Nintendo Switch, Xbox One 跟Sony 这个 PlayStation 4、其实现在已经 PlayStation 5了，对，但是我这个反正就是你大概了解。我现在放了这些 PlayStation 4，是因为我游戏发行出来的时候是 PlayStation 4，然后当然也有 Android 或者是 iOS， 就是那叫什么？对，安卓，对。虽然我游戏那个时候没有在那些平台上推出，但是其实 Ren’Py 也是可以在手游平台上推出的。我现在介绍一下游戏界中有大公司、小公司。大公司就是像游戏界中的好莱坞片一样，就是有很多经费。这种公司通常我们叫做 Triple A Studios， Triple 就是三，就是 AAA， 这种工作室吧，或者叫做大公司，有很多很多经费，你可能有听过 Ubisoft， Blizzard Activision， 做了一些游戏像 Assassin's Creed， 对，Overwatch, The Last of Us, FIFA， 就是有各种大公司，然后各种常听过的游戏。这些游戏通常他们制作团队也是很多人，就是几千几万个人这样子。但相较之下呢，他们在每一个游戏做的每一部分相较之下比较小，就是在大公司的这个游戏制作者，他们可能会做可能就是一个角色的一小部分这样子。确实是有蛮多小公司，或者是称呼为独立公司 Indie 或 Independent Games Independent Studios， 就是通常是比较小的公司，但是没有很多经费，可能一个人、十个人、二十个人顶多，也可以做出这种很多很多人玩的游戏，像最近有 Stardew Valley、 Baba Is You 跟 Terraria。 我讲列出这些是因为我在北美比较熟悉，但是我想在台湾也是有很多这种工作室也是很有名，就是比较小，然后经费没有说那种好莱坞级的那么大那么高。对，就是独立游戏 Independent Game 或 Indie Game。当然我也是有一些是可能在 AAA 跟 Independent 之间的，就是有一点像他虽然称呼他们叫做 Independent 或 Indie Studio， 但是其实他们经费蛮多的，像是 PUBG， 然后他们收入也是很高，因为他们有蛮几十万个玩家。对，所以几十万个是说在前30天内有上线的人，所以其实蛮多的。所以其实小公司也是可以很多能够吸引很多人的。好，这个 talk 的第二个部分就讲一下这个重剧情，这个叫 narrative driven， narrative 就是像是剧情之类的，然后这个是我自己翻译的，它不是一个中文名字，不是说很特别的这个中文名字，但是反正这一个 talk 就是使用重剧情或 narrative driven。我先用一个不是游戏界的这个 example。在 Netflix 上有一个电影叫 Bandersnatch， 然后其实就是你看了这个电影的一部分，然后会有一个地方会像是有人威胁你，然后你可能会选择说哦，你要拒绝他吗？还是你要就是接受这样的事情？或者是哦，我要逃离吗？还是不要逃离？然后根据你选了什么，就是你在浏览器上点选这样子，他会放下一部分的电影，然后会根据你的选择会有不一样的电影结果。所以其实这有一点像是这个重剧情，就是你大部分就是有剧情，但是根据玩家的选择或者是玩家的动作会有不一样的结果，这种虽然是电影，但是游戏也是很多这样子。我现在就是讲有一个范例是我小时候比较有名的游戏，这是一个日本工作室做的叫 999， 中文可能是叫999，希望是这样子。然后它其实是有一点像是这种死亡游戏啊，密室逃脱，
的游戏，但是其实它原本是好像在 DS 上 Nintendo DS 出的，所以它其实就是很小的萤幕啊，然后就是你可以在萤幕上就是点选各种地方，然后会有一些像是 puzzle 之类的但是其实大部分的剧情都是在下面有个对话框，他就会说哦，有人死掉了这种东西，然后就是其实蛮多就是阅读这些剧情啊，阅读这些对话，然后比较一些现代的例子 Persona 5他很多很多很多人玩的，就是大概到2019年我找到的数据是他卖了大概3000万款，所以其实还蛮多人在玩的，然后其实每一款大概是60到80元美金嘛，所以它大概是2000多到3000多台币每一款所以它这种就是游戏里面有这种剧情啊，或者是这种有这种对话框这种剧情，然后角色在画面上这样子的游戏，其实也是蛮在近几年来也是还是蛮吸引人的。然后这是另外一个example 就是 Danganronpa 系列，它在第一个礼拜在日本就是卖了10万多款根据我找到的数据。然后如果之前我列的这些游戏其实你不熟悉的话，那就是神奇宝贝 Pokemon 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虽然你可以在画面上就是走动，但是其实大部分游戏跟你讲的这些剧情完全都是在下面这个对话框跟你解释这个游戏啊什么什么的，或者是你跟 NPC 就是不是玩家的这些角色对话的话，都是用这样子来陈述给你的。对，但是我之前提的那些例子都是比较大的公司做的，所以他们自己会做一些比较特别的引擎啊，然后那些游戏引擎可能就是有十几个人在做的，所以其实还蛮多，就是每个公司有自己的引擎这样子。但是对于独立开发者来讲的话，这比较困难，我哪里请这个十几个人自己都做不来了，对不对？所以其实很贵。所以我要跟大家介绍就是 Ren’Py 这个 open source， 所以它是 open source， 每个人可以自己更改或者是自己使用，然后是免费的，然后它是就是 Python based 的游戏引擎，然后至于为什么我喜欢用 Ren’Py， 或者是为什么我一开始是用 Ren’Py 而不是，我虽然也是有用其他的引擎，我有用 Unreal Engine 来做就是 3D games， 但是为什么经费上对我来讲是比较喜欢用 Ren’Py 的呢？其实第一啦，是因为我已经在机器学习领域工作，所以 OK， I am very familiar with Python， 我还对 Python 蛮熟悉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当然是因为你们熟悉 Python， 然后熟悉它就是网络上还蛮多人就是会很热心的，就是回在 forum 或者是 community 上回答问题啊，有很多写了很详细的这些 guide 啊，这些 documentation， 所以 Python 我喜欢的就是这个 community， 然后当然就是也有 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 所以其实Python 啊，或者是其他的游戏大的游戏引擎，像是 Unreal Engine 或者是 Unity Engine。他们用的是 C++ 或者是 C#， 然后他们设计的 philosophy 当然都是 object oriented， 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在 Python 也可以做得来。然后对，就是介绍一下 Ren’Py， Ren’Py 是 open source， 所以它是免费，然后你可以更改它，或者是你可以自己任意的 fork and make modifications， make pull requests 之类的然后用 Ren’Py 做的游戏可以从很小规模的游戏，就是 NaNoWriMo 是一个每年好像是一个月，就是每个人会就是有一点像 Game Jam， 就是有一点像 Hackathon，
游戏的 hackathon， 就是每个人就是花一个月然后做一个小游戏这样子，就是这种小规模的游戏到很大的公司，然后其实有蛮高的经费都可以用 renpy 制作。然后你可以看到它就是直接它根本就是在 GitHub 上，你可以直接下载它的 source code 或者是到它的官网去下载。然后它这个他的那个创作者叫 PyCon， 然后他想要做的是，他想要就是让大家能够有个 tool 能够做游戏，然后他想要做一个很好的 tool， 然后他想要让这个 tool 是免费的，因为他想要大家都可以做这些重剧情的游戏。然后当然我也是喜欢 Python， 因为OLP 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 在游戏界本来就是已经是 standard 的这种设计概念，所以其实用 Python 并没有很就是它有当然是有不同之处啦，但是设计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可能想说，哦，为什么做游戏的是不是要很会 Python 才可以做用 renpy 做游戏，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因为它PyTom 就是那个创作人，他有想说，哦，他想要让这些重剧情，因为有很多剧本嘛，对不对？然后有很多剧本，就是可能会就是那种写脚本的人会想要来用这个引擎，所以他有一个叫做 Lexer， 就是能够在 Python 里面，他可以就是用其他的语法，然后在之后他再把它翻译成 Python， 所以在 renpy 里面，你可以看到左手边这个。它你可以看到它语法有一点跟正常 Python 稍微有一点不一样，这个是因为它让就是譬如说剧情，就是你可能那些对话，如果你每个对话你都有那种就是左右框框brackets 这样的话，是不是有一点不方便更改，或者是你给你的美术看这个剧本啊，或者是你给你这个写作者看这个剧本，他们就很难看得懂这些 Python 程式语言，所以他就是做了这个 Lexer， 能够让有一些像荧幕上的设计啊，或者是能够让你的美术比较能看得懂，或者是让你的编剧比较能看得懂，然后后面他会翻译成 Python。 所以其实这一点也是蛮，就是即使我对 Python 比较熟悉，但是对我来讲也很方便，因为我自己也会编写这个剧本。接下来就介绍这个游戏叫做 Doki Doki Literature Club， 它在北美还蛮热门的，它有几千万个下载，然后它是一个免费的就是恐怖游戏，它就是会有这些突然的这些，它原本就好像很可爱的画面，然后就突然有这些视觉上的这种益处啊，或者是它会突然游戏会关掉啊，或者是它会把那个存档会破坏掉之类的，或者是就是改变这个存档所以其实 renpy 能够做出还蛮多种游戏的。这是一个还蛮基本的，就是用 renpy 可以用一些视觉上的效果，然后我秀的是一个还蛮 basic 的 example， 但是我刚刚秀的那些游戏其实就是以这个为基础，然后就可以做出那种视觉就是恐怖效果啊，或者是就是正常的这种像下雪啊打雷这种正常的效果。然后接下来我就是解释一下说renpy 它这个底部或者是它这个 base foundation 是什么。其实它有部分是根据 pygame， 就是 pygame 就是 Python 里面当然是最有名最常使用的这个 2D games 的这个制作的module 或 library。但是当然这一个renpy 不是完全是 pygame， 它其实跟 pygame 就是已经改变了很多，它加了很多就是这种重剧情游戏需要的这些 classes， 有一些基本的常用的 classes， 像那种对话框啊，或者是那种荧幕啊，它有很多加了很多让开发者很方便的东西。然后再就是在下一层，因为我们刚刚看到其实 Pygame 其实也有用这个叫 SDL，
SDL 它是原本是用 C 语言写出来的，然后它是一个，就是你可以看到右手边这个 screenshot， 它是一个，就是它让你它是可以就是跟电脑就是画面啊，或者是 keyboard 就是滑鼠键盘就是能够联络的。不好意思，我这个中英文混用，对，反正它就是能够，就是这个显卡、啊、或者是跟你的这些硬体对话中英混用这样子的 这个 library module。 然后其实它跟Python 跟 C++ 跟 C# 都可以使用，但是其实因为 PyGame 现在还是用 SDL， 就是原本的 SDL， 但是PyTom 就是 Ren’Py 的创作者，他想要让 Ren’Py 的使用者能够更新到 SDL2， 所以其实他有 fork 那个，就是你可以看到左手边那个 screenshot， 他有 fork SDL2， 然后他有做一些更改，让他能够跟Ren’Py 跟就是 Ren’Py下面的 PyGame 能够使用，但是就是对它不是只是 PyGame 跟 SDL2 而已，而是有很多很多东西加在一起，然后变成这一个Ren’Py。好，接下来我就是再介绍一下这个可以用这种 one line， 就是一行 code 就可以用出我刚刚讲的那一种效果。这个是很，我随便拿个例子是用这个 PyCon US， 因为我之前在 PyCon US 演讲也是介绍 Ren’Py， 我就是用了这个 PyCon US 的 logo， 然后用了一行程式，就是可以让它有这个效果。但是我当然正常的游戏不会长得这样子，而是会比较有用的效果，像是打雷啊，或者是那种就是快速移动的那一种画面，对。但是我只是就是想秀一下说，哦，这一个就是可以用那一种画面，然后你就可以改变这个游戏的样子。好，接下来我再介绍一下这个 parallax。我们当然知道 Python 有蛮多就是math libraries 或者是数学统计或者是物理这种 libraries， 然后Ren’Py 也可以，当然是能够使用 Python， 所以 Python 其实大部分能 basic Python standard library Python 能做出来的东西大概都可以用，所以当然这个功能就是有一点像是用滑鼠移动的话，背景会就是跟着移动，就是有一点像是模仿一个 3D 这个 3D 效果。虽然这个引擎它不是像那种 Unreal Engine 或 Unity Engine， 但是也可以做出一些这种效果。然后请见谅这个解析度可能有一点低，但是希望你能看到这个背景它会跟着这个滑鼠移动，然后也会跟动。然后这当然是因为由于Python 能够就是算出这个距离啊，这个角度啊，然后能够显示出这个画面里面有什么，所以这种东西在 Ren’Py 里面当然也是可以的。好，接下来我现在在做第二个游戏，然后我是使用这个3D camera， 就是它现在就是可以让，虽然那些画面都是 2D 嘛，这些角色都是 2D， 但是你可以让它有一个 X 轴，一个 Y 轴，一个 Z 轴，然后你可以这样，就是可能背景啊，然后角色一、角色二这样子，然后就可以让镜头这样移动，或者是上下转动这样子然后之前其实这原本是就是不是原创作者 Python 做的，但是因为它是 open source， 所以其实还蛮多人就是他会写了一些 scripts， 然后后来会可以pull request， 然后加进去正常的 Python， 所以正常的 Ren’Py， 所以 Ren’Py 其实已经现在有蛮多人的 code 融合进去了。然后这一开始是就是别人做的这种 script 跟那种数学计算。
然后现在在renpy 里面它已经变成了就是原本的renpy 里面它现在就是加了这个我刚提到这个 x 轴 y 轴然后可以转动这个视角或者是那个 camera 这样子所以它是用一些 matrix 来做一些数学计算然后能够就是看出那个视角里面有什么好我再继续介绍一下一些 renpy 的游戏这个叫 Long Live the Queen 在北美其实卖的还蛮好的一个游戏就是有一个这个公主角色然后其实每天就是她需要就是学习或者训练一些东西或者是到不同的场合然后你可能根据你的训练她会有不同的skills 就是她可能对于辩论很厉害啊或者是她对于什么刀剑那种或者是骑马那种就是会比较厉害但是其实它这个就是还蛮复杂的这些就是数据可以影响说各种游戏有好几种的这种 combination 所以可能有些时候就隔天被暗杀啊之类的然后根据这些训练出来的数据它可以避免某一些角色或者是避免有一些暗杀之类的然后会剧情会跟着这样走所以其实好几百个好几千个这种有可能的游戏剧情然后这种很复杂的游戏 strategy game 可以用 renpy 制作好再下我就在如果我想介绍这个因为这是我第一款游戏那个时候其实还在有点还在学 renpy 然后我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有这个选项嘛就是选你要这样还是那样然后就是选完之后呢他会跟你讲说哦你花了很多时间吗还是花了很少时间然后几秒 basically 这样子的功能其实对于会 Python 的人像你大概已经熟悉的这些import time 或 import random 这种东西应该对会 Python 的就是很 easy 也不是 说很 easy 就是很熟悉啊你可以从哦我想要做一个 timer 让玩家知道他花了很多时间就是到从脑袋到键盘到游戏里面的时间其实很快速的就是 OK import time 然后怎样 I make a class 就写一个 class 写一些 function 就可以做出这些事情了然后我也做了一个就是有时候你跟游戏里面的角色一直讲话然后他一直讲同样的话譬如说哦 interesting 然后你下一次跟他讲话 interesting 或者是我刚刚提到那个游戏就是可能有人被暗杀了然后他还是很开心但是其实不应该这样应该要跟这个游戏的这个 situation 会改变嘛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想说哦要怎么办所以你可以就是哦我的脑袋说哦我想要这样OK,Python 是怎样 ?String formatting, 对不对所以我就有一个像是一个 list, 或者是一个 data structure, 然后直接从里面 random 挑一些话来讲或者是像 ,oh, interesting, whoa, wonderful, strange, 他不会每次就一直讲 interesting, 这样有点烦对不对或者是像我说暗杀你就可以用什么 if condition, 怎样。所以其实用 Python 就是你可以很容易的在 renpy 里面就是想象的出来然后做出来好我现在就是介绍了一些 renpy 的功能然后一些 renpy 的游戏然后我想就是那个时候我当然是哦，我想做游戏那是没什么经费所以我右手边这个 low budget 的很没有什么经费的这个游戏开发者跟 renpy然后左手边就是说哦我不能做出一个很有趣或者是感觉上经费有一点高的这个的视觉小说或者是重剧情的游戏对当然我一开始做的游戏其实看起来也是有一点低经费啦但是后来越做会越好对然后其实我在 PyCon US
介绍完这个之后，就是还蛮多人就是用 Twitter 或者是联系我，就说哦，我让我的小孩用了 renpy， 然后他隔天就做了一个小小的游戏这样。所以我想其实 renpy 不仅是一个就是可能让新手能够做出一些游戏的这个很好学习的工具然后最后我有这个 Studio Twitter, Quill Studios, 领音因为可能比较常用领音或者是不常用但是你可以在上面找到我叫 Susan Shu Chang, 对，然后这样子谢谢大家。